好久不见了，听说你刚刚在赌场赢了1000多万呢。没有，我没有啊！坐下，你给我听着，你再撒谎的话，我紧掉你的舌头。那，你偷了大友咖 ，OK， 263万。 那笔账怎么办呢？有什么怎么办吗？你去找李大友要了，那笔钱我早就已经还给他了。你们两口子少来这一套啊！什么两口子？是他，是他，我是我。你给我坐下。喂，你到底还不还啊？我不是说过我钱都还给他了吗？打电话给李大友，叫他出来对证。打？我不打。打？我不想见他嘛。喂，要么你就还钱。 要么就扩大友出来，要是这两样都不肯的话，哼，就先轮奸你，再把你扔下去，给我打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喂！玲玲啊，要不要宵夜啊？你就像吃烧鹅烂，再去小圆环吃凉粉。好啊好啊，我好饿好啊好啊！那你下来啊，我等楼下。哦，我现在就下来，我现在就下来啊！我现在。我刚才不是推的啊，我不是推倒的，我不是撞到的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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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吃不吃宵夜啊？哎，那两杯泡面呢？糟蹋了无所谓。我现在呢？其实我现在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下去吧，再等你啊。哦，哎呀！ 嗯，大友哥，玲玲，怎么样？困不困难啊？不困难，我精神好得很啊。好，去天桥下吃烧鹅来，走。好啊。 大友哥，四位大哥要见你，到底什么事？想谈谈那笔账，钱也在。好，林林，sorry， 你先回去，晚点我再找你。我求求你们让我走好不好啊？ 行，你把钱还了就可以走。我都说了钱已经还给李大友了嘛。那就等李大友来跟你对证啦。你好，对，你去找他，对吗？那要是他不承认的话呢？你再来找我，我不会走路的。还敢相信你啊？哼，当我们傻瓜？那不这样好了，大家分开见。你派两个兄弟监视我，在哪儿都行，总之不要在这儿嘛。管你那么多，给我坐下。我不要见他嘛。 刚才说完永远不要见面的，这十分钟之后又在见，自己打自己嘴巴，丢死人了！君君，哎，来了，大友，嗨，四位大哥，好久不见啊！嗯，嗨，春风满面，那你老婆把钱还给你了？喂，我不是他老婆。大友，你老婆说把钱已经还给你了。我说了，我不是他老婆了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闭嘴啊！ 在场林林老公也保不住你，他不是我老公啊！啊，我，秦秦是把钱还给我了，就在这里。那，搞清楚了啊，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你这么就抢走了啊？谁敢保证你不会跳票？伟哥，我性命担保，这张支票绝对不会是空头的。 哼，钱拿到手才知道，别信口开河啊！放心吧，一定会兑现的。那，支票写的是300，我说吧，我欠你们的是263万，多出来的，嘿嘿，不用还给我了。<笑>你们笑得多假，小心啊，八成有问题。把大友天地的计划告诉他们听听。哎，你不必说了啊，总之吧，我拿不到钱呢，自然会去找你们，请吧。 真的很需要这笔钱来翻身的，你这样帮我哄回来，你自己不有去跟他们说啊？关我屁事！喂，是不是要派人抬你们才肯走啊？
你知道我了，只会构想，不会说，要你出马才行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说嘛？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你怎么每次都这个样子？喂，你们到底找不找啊？要不要帮忙啊？ 你免谈了，请你走吧。大爷，大爷，请听我说嘛。大有天地呢是一个赚大钱的计划，何谓大有天地呢？大有天地呢是一个在商业大厦里面的游乐场，去玩实在太方便了。也就是说，等于一个小孩子的赌场，人人呢都有赌性。小孩子也一样有啊。在大有天地里面呢，我们有很多的摊位游戏，给小孩子呢去赢奖品的。他们想拿奖品呢，就要付钱先玩游戏。 那小孩子都很好胜的，输了呢一定不甘心，输呢就会玩到赢为止，赢了呢又想赢多一点，这就跟你们赌钱一样啦，一上了牌桌呢都不肯下来的。哎，伟哥，别生叹气的嘛，你笑笑嘛，增加我的信心啊。总之你这次绝不能亏本，要是赔钱看我把你宰了。谢谢，好好搞了，不要乱来啊。嘿，大有天地肯定会赚得盆满钵满的，放心吧。你哪一次不是这么说呀？ 哎，你不好好搞，还要小心点啊！哎，等下一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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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波
小孩子那么小，他懂个屁呀、啊！玩什么都是玩上就腻了，到头来还不是爸爸妈妈想赢领奖品吗？所以游戏呢也要适合大人玩，要是只顾小孩子就死定了。对，有道理。嗯，我拜托你搞这个生意要谨慎一点啊，不要老是说钱不是问题，其实钱是最重要的问题。你几次失败都是为了钱呢？就快是人家老公了，要有一点责任感。还像以前那个样子的话，就会乱花钱，花光了连自己都不知道，饿死自己也没得怨呢，饿死人家的女儿啊才冤枉呢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做。还有啊，机动游戏机啊，有的租的，不要花钱买新的，光是维修保养就不少钱。哎，你知道我了，要么不做，做就做得最好。用人家的东西啊，我总觉得有点……哎，好了，你不要再跟我说了啊，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了，不关我事。后会无期。哎，喂，你怎么搞的嘛？你连这个也会掉啊？这是1000多万的现金支票啊！你这弄丢了的话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对不起啊，是我不小心。喂，你这样就做放好了。哎呦，两根手指头一夹就拿出来，拜托你重新放好。啊，没见过像你这么糊涂的人。皮夹子呢？你为什么不放在皮夹子里面呢？这样子才保险嘛！你拿着啊，拿紧它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下趟吧。快点啊！赶着收工呢。你到底下不下去啊？哎，当心点，小心点，别弄脏了，弄脏的。你真的要搞大有天地啊？应该会。别应该了，要肯定。要是你不搞的话，我来搞。不用说了，我一定会搞的。那就算了。我手里有1000多万，不知道干什么好。其实做不成夫妻的话，总可以做拍档吧。我看大有天地应该是有钱赚的，我纯粹是为了赚钱啊。行，你想加股，我不会反对。保证会赚钱吗？当然会了，刚才你自己也说了很有信心。那算我1分了。OK。
我只是出钱不出力啊，出力都累死我了。总之两三年之后呢，赚了多少就分多少。嗯，你每个月呢发3万块钱的董事津贴给我，行不行？行，钱不成问题。好，就这么说了。你别什么都好好好好好的，你有点诚意行不行？我的钱可是薄米拿回来的。好，现在我接受你的条件，预算打出来就拿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嗯，最好快点了。哎，我办事效率会慢吗？你该了解我了。大家说清楚了，我这次呢是纯粹投资，我们纯粹是排档，目的只是赚钱，绝对没有别的。就算你有，我可没有啊。我可以发誓，要是我有呢，我将会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喂，你看你有重，你搭下一班电梯。你走，你走，我吵醒你了。哦，没有啊，进来坐。啊，很乱啊，很乱，放心啊，过来坐。你坐。我在拍卖行买回来的。我给你冲杯咖啡。哎，不用了。你还记得我一起床就喝咖啡啊？我根本就没睡，我整晚跟你老公在一起。你老公已经告诉我了。恭喜你。哦，我希望你们白头偕老。我是真心的。谢谢。你老公呢？他说服了四大老板，拿钱出来搞大有天地。哎呀，那些所谓的什么老板啊，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唠唠叨叨的没完，结果还是给钱。我跟你老公一起做的，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们现在只是拍档，大家一起合作赚钱，绝对没有别的。真的？要我选的话，我宁愿选姐妹。太好了，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直。你好啊，没人叫你罚站呐。啊，其实我想来想去呢，最好还是能嫁一个老头子，而且一定得包金牙的。不要嘛，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不好吗？不好，我巴不得他早死，要是自己喜欢的就惨了。哎，告诉你啊，我这次在美国，我本来以为我可以找到一个有钱的老头子，谁知道他是我爷爷钱开。你听说过没有？钱开干什么的？没听说就算了。你呢，结了婚就跟帕托的时候不同了。帕托呢是男人照顾女人，结了婚之后呢可是要女人照顾男人了。打理家务呢一定是没问题的了，我担心的是你啊管不住男人的钱。那由得他花了。由得他花？他是你老公。哎，他混得不好的话你跟着受罪。我无所谓啊，如果他要挨苦我跟他一起挨啊。跟他一起挨？你老公这个人做事啊顾前不顾后，没有好结果的。你是不是想着看他又垮下来啊？不想啊，可是我不懂得管理财政。不懂就学喽。好，我学。那你教我怎么管理财政呢？先给我来杯咖啡喽。好啊，就即溶那种啊。我老公说啊，我老公说方便吗？对不起小姐，你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基于保安理由，我们要暂时封锁这里。妈了个头，昨天晚上一群人进我的房间，你们都到哪儿去了？现在居然管我。我住在那间房的。哎，小姐，是钱先生特别要求他就可以包下酒店。那间房间我花钱住的，我现在就要进去。小姐。神经病。你到外面去，走快点啊！其他人跟我来。明知道我性子急嘛，啊，还慢吞吞的，看了就烦。是。喂，数清楚了没有？那我先声明啊，少一张了就罚一箱。钱先生，请坐。喂，拿过来啊，放在这里啊，笨死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也要交？钱先生。
一共是1亿7000万，请你点一点。干什么？谁叫你偷看的？你们死了，让他跑来这里干什么？钱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已经去，统统都给我滚出去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没用，对不起，钱先生，饭桶啊！钱生，我也出去了。哎，走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。哼，你真的要跟他赌啊？你又是狗拿耗子！我这辈子等来等去就等今天，我要赢得宋启邦，破了产，把联邦赌场都赢回来，还要赢得全世界都知道我是真正的赌王。不许碰！一给女人摸过就要倒霉呀，这都不懂。赌归赌，别赌得太过分了，你留点压箱钱吧。这把年纪了，钱输得光光的，到了养老院都没人照顾你呢，看你到时候怎么办。真的到这种地步就惨了你。闭上你的臭嘴啊，死丫头！你这么咒我，吐口水再说过。我想跟你吐口水啊，犯了我的忌，吐啊！见人就乱认亲，没一句好听的话，还来触我眉头。我是赌王啊，不管赌什么都是很精的，我会输给宋启邦那么个废物啊？你不喜欢听我也要说了，赌钱还不是要看运气的，要是你走霉运的话，你赌输再精还是会输的。输你个头啊，乌鸦嘴，你给我滚开，别在这里窝囊我，滚开，回到你那边去。要是你罩不住了，你可以来找我，1800-800的我还有。去你的吧，乌鸦嘴，还在咒我。我不会输的，我一定要赢。啊，还有啊。是啊，你吃吧。哎，够了，别再弄菜了，桌子摆不下了。没有什么机会弄给你吃吗？嗯，怎么这么说？来来来，哎，就算你离开我很久啊，我也会去找你的嘛。你的理想呢是每个人都有饭吃，没有理由待你没有饭吃啊。那多吃一点吧。嗯嗯嗯，好不好吃？嗯，爹地，嗯，听说你要和钱开赌是不是？嗯，哎呀，本来呢我真的不想跟那个疯子赌。那不如就……没办法呀，是他逼我呀。哎，这个无聊的赌局呢，搞得我这个不能送你上飞机。那就取消了。你干嘛要取消啊？泰迪啊，不会打没把握的仗的。这个赌局啊，不论是输还是赢，我一定是赢家。那个钱开呀，不论是输是赢，他一定是输家。不明白你说什么。总之，我吃完这顿，明天一定能够成功的收购恒昌。爹地，这是平安符，我帮你求的。你对爹地这么好。爹地呢，什么都能够放得下心，就是对你放心不下。啊，希望你平平安安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嗯，谢谢。
姐姐做了东西给你们吃，我做了很久，你们一定要吃光，知道吗？过两天姐姐就走了，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看你们了。你们要乖，自己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还有，要保佑你们的爹地，保佑他重新做人，不要再颓废，知道吗？有一点，韩先生，什么事？那个人又来了。哎，喂，金花，这里不做你生意，滚！我来打牌。打什么牌呀？韩先生说暂时由他。脏兮兮的，打什么牌？谁做庄？打骰子。打骰子。胡了，填胡。嗯，喂，你胡炸胡啊？赔钱，赔钱！你胡炸胡，我也赔钱。没有钱啊，县长。喂，搅和了啊！你别捣乱啊！打我呀，我没钱。打你就打你，打他，打我，拖子出去打，走他。啊！打我呀！打我呀！打我呀！别打！别打！要打我！打死我！打死我！打死我！睁开眼睛看看你自己，你神经病似的，你跳楼啊，丢人现眼！你不是人，你是黑社会！打死我呀！打死我啊！打！打！打呀！打呀！神经病！打，不够啊！一枪打死我！你休想！我跟萍姐信了佛，不杀生的。别打死他！打死我！打我！打我！打死我！拖到里边去！是啊。神经病！就算没打死也差不多了，爬都爬不回来了。郑继凤要是聪明点儿，他倒是个有用的人才。可惜他太蠢了。
韩先生，他又回来了。啊？你也聪明不了多少。别让他进来，送他走，有多远送多远。上车，放手！上车！我要找潘宝罗。走，走！放手，放手！我要找潘宝罗。放手！到旺角去看场子，跟着过海到满富楼吃鲍鱼，好不好？随便吧。哎，今天可以安心睡觉了。希望了。你们几个怎么搞的？送到很远去了，潘先生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又没有血海深仇，杀也杀不了手啊！把李大友找来。
玲玲。哇，这车不错啊，在哪儿买的？刚刚在二手车行买的。哎，上车。哦，好。我们去哪里啊？去看婚纱好不好？好啊。走。我先付机啊。哦。哎，你买的大哥大。嗯。可不可以给我号码？一会儿给你。嗯。喂，麻烦你，3388付机，8833。好，谢谢你。是谁找你啊？陆平找我，叫我马上到麻将馆带季风走。玲玲，不好意思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晚一点call你。好。哎，儿子死了。死了？他这条烂命也没这么快死的。哎，起来。没死，我怎么还没死？喂，喂，你站好了，站好，站好，走走走，别跑了，打我两拳了。这谁打你啊？我走走走，打我，走，我要死，打我，我要死，打我，走啊，打我，打死我，打死我，走走，打我，走走，放手，我放手，季风。怎么会搞成这样？不要你管，我不要你加油，把他赖到我这里，请你立刻把他带走。好，打死我！走走走，回去。走，跟我回去，都跟我回去。哎，我要死在这儿，起来死什么死？有我在，你就死不了。上车。拦着我，我要死，上车！你不要管我，我要死在这儿，我要死在这儿！哎呀，坐好啊，不要害我！我要死，我要死！你这个混账！你是害人精的，你害死我的女儿，又害死我的孙女，现在又想害死你自己，扔下我几十岁的老太婆，你看都不看，理都不理。你现在还想去死啊？我没想到，当年把女儿嫁给你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女儿孙女全都死了，你还要去死，剩下我一个人活受罪啊！你太自私了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还是不是人呢？黄婆，你不要这样吧，黄婆，黄婆。以前你常常哄我，要买大房子给我住，却用人伺候我，让我过好日子。你那样做到了，你什么都没做到，就想死啊你！你想死要我的批准，我现在不准你去死，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准死。啊，对对对，他现在没有死吧？黄婆，没事了，上车上车上车，来来来，上车。季风，季风，上车！不要管我，我要死在这儿！哎呀，不要管我！上车！我要死在这儿！不要管我！你多久没洗过澡了？换两盆水了，还没擦干净。擦背，放过去。来，青一块，紫一块的。擦干净之后啊，帮你擦擦药油，死都不肯看医生。
这么都死不了啊，就注定你不用死。季风，养好了伤之后啊，好好训练马匹，随时准备杀进马场里再发威啊。我去换水啊。哎，换婆婆，换婆婆，我来。哦，行了，我自己来。我来吧，来，当心。哎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哎，当心。哎，那没事的。哎，不用客气。季凤怎么样啊？他没吵着要去死了，躺在床上休息呢。欢婆婆，你放心吧，他很有前途的，他将来啊一定会给你好日子过的。用不了多久啊，我们将会重回马圈，再大展拳脚。季凤啊，是我的得力助手啊。到时候我们哥俩会再度合作啊，那创腾一番事业，拿回以前失去的一切。嗯，你还要去死啊？自私鬼，你不是人啊！你要去哪儿？别拦着我，我要去死。死你个头啊！进去。进去了，欢婆婆，你怎么了啊？你还走啊？你给我进来，进来。欢婆婆，你不要这样了，欢婆婆啊！好了，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了，统统都毁了，没了，我开不了工，赚不到钱。你要是再不养我，我就坐在这里等死。你还是人，就要养我。对不起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失败就失败了，何必作践自己呢？你看看你现在，你到底像什么啊？好，哦，你不剪，我帮你剪。好好的一个人，搞得像臭要饭的，哎。来，刮胡子。哎，你还知道疼啊？我以为你没知觉了呢。你醒醒吧，你！你还是想去死你？放开我！放手！看你多颓废呀、啊，每天抱着女人的遗物啊，怎么想下去见他们？你这德行啊，下去见了他们，他们都不会原谅你，都看不起你。你这么有勇气去死，为什么不敢抬头做人呢？你看看，你睁开眼睛，看看清楚，我的爸爸呀，啊！看见了没有？你几十岁了，还钻牛角尖呢，想不开，你惭不惭愧啊？我念给你听听，你听着。我的爸爸，是我最敬佩的人。他的工作是做马夫，他拉马的时候很威风。爸爸很疼爱我们，每天辛苦工作回来，还有做饭给我们吃。爸爸真伟大，没有爸爸，我们长不大。爸爸的志愿是做一个冠军练马师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，因为我的爸爸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我们都很爱爸爸。